我们距离大电影只差一点节奏。这是顾里，假一赔一的富二代，跟人自己逼来，却又血光四溅。幼稚了，我告诉你，没有物质的爱情根本就像一盘散沙，不用风吹，走两步路就散步，走两步，走两步，不信你就走两步。这是香艳的唐宛如，国家二级运动员。呵呵，据他自己说，这是他23年第一次被别人看到奶。这是南湘，被她的男票席城抛弃3次，甩耳光4次，被打到重伤住院，最后被赶出家门。席城，你以后再也别来找我了。这个妹子把她最美好的少女时光都给了这个伤害她最深的人。这是凌霄，性格温和，没有主见，优点是真白呀。接下来有请时代主持人为大家演唱《友谊地久天长》。我们曾经终日游荡在故乡的青山上，我们也曾历尽苦辛，到处奔波流浪。友谊万岁！时代姐妹花之间的友谊，真的像这首歌唱的一样，坚不可摧。当然，有时也会出现裂痕。桂海，你还不快给唐宛如剥个生蚝？顾里，你误会了，我有女朋友了。顾里，你给我闭嘴！每次都是你说帮我们，但背地里干缺德事的都是你。凌霄，你到底跟他们讲了什么？凌霄，你还要给他做活做多久？够了。你们一个一个都太让我失望了。我们又不是希望工程，谁管你失不失望？我们和好吧。好呀。时代姐妹花，永远不分家。多为了跌宕起伏的剧情，否则恐怕这电影连爆米花都卖不出去。顾里，你听我说。总监，刚才当着所有人面丢脸的好像是我，眼里只有金钱姐妹，最后一个才是我。顾源，你还嫌这一切不够乱吗？不要忘了，这一切都是你妈逼的。我妈逼的？对，你妈逼的。我妈逼的？对，你妈。都不要再讲了，逼那么多都没法剪了。哎呀，不要忘了，我们是时代姐妹花，永远不分家。有时候剧情就是这么峰回路转，没有跨不过的坎，没有上不去的床。你们俩真是够了。真是够了！你们听我解释，我们在斗地主。切，还以为有什么爆炸性新闻呢。走，等一下，斗地主，你们人够吗？顾里，你不会是怀上了吧？你动一下试试，你动一下试试，你们动一下试试。哎呀，这事就翻过去了，你们有没有意见？没意见，我有。唐宛如在这场战役中幸运的受伤，顾源为了顾里做了4亿的假账，被热心的朝阳群众送进去。真的，你这样做是违法的。你就算这样做，我也……受伤的受伤，禁号的禁号，姐妹撕逼撕到这种程度，按理说此处应该出现的是屏幕全黑，伴随着着火声、消防车声，然后就剧终。但编剧说他要写的是喜剧，所以又把姐妹花写到了一起。观众们快来围观这场莫名其妙的聚会。宛如，你脸上的伤好多呀。顾源，这半个月你在里面还好吗？顾里，你的子宫癌医生说还有救吗？啊，不是阑尾炎吗？无所谓了。无所谓，我能接受得了你子宫癌，但是接受不了你的欺骗。俗话说得好，时代姐妹花，一天不撕逼，他们就魂散难受。魔镜魔镜，请你告诉我，谁是世界上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娜娜。
这期拍摄呢，我们去了好多地方，好累的。大家赶快救救我，让我恢复元气吧。另外，我会在公众微信平台和大家说晚安哟，所以一定要赶快关注我们的微博、微信，和我一起玩起来。